快点，我的腿麻掉了。少杰，这个坑货把我挂在半悬崖的崖壁上，你看看这下面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我现在被困在这里了，你看，刚刚从崖壁上面崖降下来，然后现在自己被困在这里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去，绳子长度也不够了。啊啊！好了，现在全靠自己了。我该怎么从这个崖这边下去？因为不确定底下是不是崖壁。少杰，少杰，你刚才拍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只有一层崖壁，还是下面那一层也是崖壁？下面都是绿的，只有这你下面，你上面这些是崖壁，下面都是绿的。哎，天，我已经吃不准了。我真的不确定这底下是崖壁还是什么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是崖壁，我一脚踩空我就走掉了。兄弟们，我可不想这条是最后一条视频吗？好想骂人了现在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底下没有保护，不敢下。我先关掉了，因为安全原因，我怕我自己到时候会出问题。我就直接关掉了，好吗？希望我能够下得去。看看这底下，探险有风险，做好准备再出发，不要重复我犯过的错，同志们。